Unheard， 感谢追随。我 title 有没有正常的、正确的改啊？其实我不是很确定。有，我想看你狂喜蓝舞通过的帅气的身姿。今天应该是不行了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截取游戏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呢？好，我这边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可能要花时间清掉。哇，最近服务真的太久了。这是新的 DLC， 然后其实我上一次东特的时候就买了，然后一直还没有，应该说它我不是东特的时候买啊，应该是它刚出来的时候就买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本来就非常的有诚意了，大家应该要给他一点鼓励。好，开始咯。听得清楚吗？他说他能知道一切的真相，他们称呼他黑面观音。蛮小声的。游戏很小声吗？如果游戏很小声的话，我等下调大声一点。你们的画面没有坏掉，因为我画面一直在抖。我看看，灯光架掉下来了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没砸着人不影响，继续继续，别停。哎，等等等，有问题有问题，卡，卡卡卡。声音太小声了，是不是？好的。我把这边的声音调大一点，然后。这里的声音也调大一点，然后如果你们觉得还是很小声的话，再跟我讲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是：拍摄现场死了几个人？谁是杀死杂物间死者的凶手？哪些人在参加综艺之前就认识杂物间的死者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有叶老二、胡东、D仔。沈小军、金生水、吕仙姑、刘大伟、导演和何总，看一下场面。哇，这边有两个人，这边有两个人，总共九个人。这边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这里有一个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所以这边两个人，两个人，这边有一个人。OK， 这边有一个人。这边是现在是六个人了，七个人，七个人，剩下两个人在哪里 ？Let me see see。
这边要绕出去是不是？这边有没有啊？这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现在只出场七个人，还有两个人还没有出场。嗯，好。根据经验，跟着最多人的团总是没错。让我们来开始吧。怎么地了？你他妈就敢喊卡呀？弟仔，我这儿出了点纰漏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好像忘记放存储卡了。啊？刚才都没录上。我操！你们不放卡，你傻逼啊！他们不放存储卡，你屏幕上没提示啊？啊？这机器我刚用。高级了，我他妈正式开拍你他妈就掉链子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这样子骂脏话会不会变呢？那你妈能轮着你喊呢？废话，我也知道啊，我刚才出去看了一圈，愣是没找着副导，然后这边再不喊就收不住了，那我只能先喊一嗓子。你刚才出门不是上厕所啊？你他妈你找副导去了？找着没有啊？没找着啊，要不我火急火燎的呢，我以为全程广播一下他总该回来了。这有点奇怪啊，他怎么这会儿还不回来？哎，开机以后你见过副导吗？副导我他妈一天没看着的了。不可能啊，副导全场忙前忙后的，你没见着啊？谁知道你妈忙什么呢，根本没看着我。哎呀算了，我整理一下录像，顺便等他，你去把其他演员拉回来准备重拍吧。啊，行吧，我他妈瞅瞅去。我们跟着 D 仔走，这不就去？要那个，你们准备一下哈，刚才是彩排，没正式开演呢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操你妈，不对呀！怎么只剩你们几个了？其他那几个呢？可能真的飞升了吧？这么快？反正都是彩排了，这次不算。哎，那谁，场记，你去外边集合点，把他们都找回来。咱们呀，正式开始。这回我绝对不会输了。是啊，你去看看他们在不在集合点，拉回来重新比一次。行吧行吧，我喊人家，你们准备。第一仔是场记 ，OK。呀啊！大概是还在什么犄角旮旯找出路呢吧，没听见广播喊停。要不然，切，他们不可能比我快。找着他们没有？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，别操心了，等通知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胡东，操你妈，出事了。胡东，你胡东啊？演员人不齐，有人他妈瞅不着了。啊，飞升了？你他妈不一直在这儿吗？你没拍着啊？真没有，你去外面集合点找找有没有。我刚找了一圈了，外面没人呢。我操，副导现在都没回来，哎，不会是也跟着飞升了吧？要不咱们直接找导演。行吧。飞升是怎么回事啊？魏导，魏导，魏导，啊，来，你也来敬何总一杯。魏导，好，等一下，所以他是导演，他是魏导，然后这是何总。OK。出点事儿，出去了啊？何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去看看。有事儿你去忙啊。怎么了？就是正式开拍以后，胡东你妈忘记放存储卡了，结果啥你妈都没录上。我操！哎，这他妈胡来吗你们？对不起导演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那重拍呗，那能咋地？对，那就重拍吧。啊，倒不是。不能我们俩喊重拍就重拍啊，你得去啊。不是，怎么他妈又是我呀？啊，我都喊过一遍开机了，副导呢？哎，还没找着。副导不会是跟着大师飞升了吧？操你妈，放屁，还没开拍就飞升。我刚才去那个选手那边通知他们了，我骗他们说是彩排，下一次才是正式开机。行，刚才我喝酒还夸副导靠谱呢，这来吧啊。哎，等会儿你没事干的时候赶紧去找找他。不是，他妈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行。
所有选手集合了，在导演这儿集合，准备出路。哎哎，导演，刚才不是已经开拍了的吗？您得说是正式开机。操，都他妈是你们乱来。全体注意，这次是正式开机啊，刚才不算。啊，刚才是彩排啊。哎，所有选手注意了，这次才是真正的实拍啊！大家准备，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，不要藏着掖着了啊！嗨，这次肯定准备好，让你们看看贫道的真本事。导演，现在还有两个选手没在，既然现在才是正式开机，那干脆把他们资格取消了吧。好啊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那就还剩下一个。那他要是跑出去了，应该不能算是获胜，是吧？录都没录上，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不是运动会，跑了也回来给我重新跑一遍。哎，到底谁跑了？哎，我认识，是叫丁在天的那个，应该是专长道家葫芦和土遁法术的。听不懂。哎，妮子，你去那边看过没有啊？那个什么丁在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我看过了，没在。楼里边找过没有？哎呀，我们刚从楼里一起来的，没人在。不会是真的飞升了吧？到底在讲什么飞升呢？哎，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，刷到。刚才比赛不算数。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，快点过来。还有副导，是不是也一起飞升了？到底在飞升什么东西啊？还有副导啊，听到广播没有？这个人这样默默走过去，，刚刚这什么状况？他也没讲话，刚不是差一个人吗？然后这个人就哔哔哔走过去，然后也没人理他。冲路了，不是，正式开机了。哎，刚刚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安安。再等他一会儿啊。哎，这灯架倒了，怎么也没人管啊？不是，这碎玻璃一地都是，赶紧收拾收拾啊！刚才灯光架好像被谁给撞了，好大一声，也没见道具师来修。他这电线七绕八绕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扶啊，就没敢管。道具师叫什么来着？亮哥，我操，道具师也不见了。得，还没开拍呢，又飞升了一个。别他妈扯淡了，不是谁看见这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亮哥，啊对，亮哥，谁看见他了？道具师，哎，我见他去楼顶了。胡东，你去把亮哥找回来。我？对呀。开机以后的事你干不好，开机之前你还不表现积极点啊？快！地仔负责演员，你就负责道具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灯给我修好。嗯，好吧。行了，大家各自去准备一下，就散了吧。啊，哎，都注意听广播啊！等丁在天和副导都回来再开拍。我们跟地仔哦。我操！哥，你他妈，你有病吗？你他妈杀人！现在全场都你妈找副导，咱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该干嘛干嘛。你跟我说实话。晚安。你他妈现在还是不是条子？你杀的人是公事还是私仇？仇嘛。我也差不多要睡了。晚安。不过他对当年的内幕知道的太多了。他妈副导就是个小娘们儿，他能知道当年监狱的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傻做了？对啊，我也奇怪。要是普通细节还好，他连任务性的事儿都知道。哎呀，哥，你当年监狱到底出啥事儿？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啊？那你这次任务就是干掉所有知道内幕的人是吧？多的你不要管，知道越少越好。除非你以后不想当演员，想跟我混喽。我还是想当演员。这不就完了？我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啊。咱俩谁为了谁也不一定呢。我他妈跟副导无冤无仇的。我还不是为了给你藏尸体啊！我刚才去道具间看过了，你小子别看嘴臭，办事儿还是利索。藏到那个仙姑带来的尸体里，简直一模一样，包起来往那一放，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。
能上吗你？我混片场是他们给你干这个的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处理啊？等节目结束以后，跟着其他师弟一起，他妈赶尸也好，抬尸也好，一起混出去。反正你妈这破剧组就他妈我一个场记管前管后，不会被别人发现。你小子机灵着点，还说不会被人发现。刚才道具师不是看见了吗？不是我帮你，你他妈现在就完蛋了。我说多少遍了，他没看见，他就是怀疑一点点。他拿着副导的鞋来问副导去哪儿了，你小子以为这是一点点吗？哎呦，我可以跟他慢慢解释啊。屁，我见过蹲耗子像你这么天真的多得去了，人赃并获解释个毛啊。他等会儿一报警谁听你解释啊？那我他妈本来以为我就是帮你把剧组喊过来拍个片儿，你他妈让我帮你搞尸体，都他妈你瞎鸡巴搞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反正现在我帮你擦干净屁股了，你他妈表现正常点，出不了事。那刚才楼顶那个灯光架掉下来，那个亮哥是不是也？就是这个灯架差点坏事，我骗他上楼以后，他他妈有点警惕，一下没弄好，他就把灯架碰下来了。你赶紧去收拾一下，别等别人爬上楼顶去，我们他妈就完了。我，这个人就是凶手。我他妈就想当个演员，这他妈，这就是我今年的坎儿呗。操！哎，大哥，你等会儿，那个丁在天也找不着了，是不是也他妈被你给杀了？丁在天，他们不是说他飞升了吗？哟，你妈放屁！你他妈别跟我装糊涂行吗？不跟你扯了，丁在天这个人也不干净，我还正想找他呢。你真没杀他？废话，见都没见着，怎么杀？赶紧的，去收拾楼顶灯架。鸡仔要跑掉了，跟着大哥走。叶教授，啊？您用计算机帮我算一算。他是叶。我什么时候发财呀？哦，好，走，我帮你算一算。我们先跟着大哥哦。叶老二，别来无恙了。啊，哎呦，原来是刘警官呐！我今天刘大伟，一直觉得您眼熟，不过你不开口说话，我还真没想起来。可以啊，你我那时候就待了一个月，这一晃20年了，你还能记起来，不简单啊。哪里哪里，哎呦，你看你多年轻啊，没怎么变。多年不见，混得怎么样呀？现在当上教授了。哎呦，什么教授啊，就是来讨个生活，赚点出场费，这地方也有点回忆不是？您呢，您不会也是演出的吧？看来这黑面观音的名声还真不小啊。我当年经过黑面观音这件事也被处分了，年轻气盛嘛，一时想不开干脆就辞职了，现在跟着一个老板做旅店生意，我跑跑腿干干市场营销什么的。当年那件事之后，这个监狱不是也被叫停了吗？前几年我们老板阴差阳错就把这里盘下来了，做什么主题青年旅馆，你说巧不巧？哎，你以前不是一直有一个小兄弟叫什么，那个跟你形影不离的，现在哪去了？哦，你说那家伙呀，别看当初关系铁，但是他比我判刑短，出来的早，等我出来以后也联系不上了。人性薄凉啊。哎呀，是啊，咱俩在这儿相遇也算是缘分。哎，那个今天参演的那个丁在天你认识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看他有点眼熟，没什么，他不是第一个飞升了吗？现在成了焦点人物。老熟人也不一定要相认，记性太好也未必是快乐。您这话里有话呀。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我倒是听说副导好像搞了个顾问，对当年的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你说，该不会是我们的老熟人观音大师吧？顾问？哦，那顾问啊，切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当年的事，知道的人多了去了。你不是也知道？我不也知道吗？对吧？听你这口气，你见过这个顾问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我怎么会见过呀？我就是无所谓，他有顾问，他有顾问呗，别妨碍我发财就行。哎，你不怕他把当年的事儿都爆料给副导？啊？我什么都没参与过，我不怕。那么有自信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年参与过黑面观音这件事的人，现在一我不作弊，我干掉了，可能是有人在寻仇啊。啊？这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参与过，我不怕。真的不怕？不怕，要不我还敢来参加这个节目？不怕就好，我也不怕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妨碍您老人家发财。好，回见回见。人少了，他一眼就他们看出来了，抓紧。对啊，我们把我跟一下迪仔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把一次把他跟完。哎，老板，他们这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能力啊，就是想。迪仔，我想起来了，地上这灯应该是亮哥说要安在楼顶的，难怪我一直。这架子另一半应该在楼顶呢，我上楼看看去吧。我操，你他妈找灯架是找亮哥呀？嗨，找着哪个算哪个呗，反正我是搞不定这灯了。哎呦我操，你动动脑子吧行吗？那导演让你干啥你干啥呀？灯光和摄像哪个重要啊？现在少一个灯不算啥，导演他妈那个能力，他根本看不出来有啥差别。哎，金大师，你帮我找找丁在天吧，啊！他是金大师，人少了，他一眼就他妈看出来了，抓紧点吧，个婊子。哦，也对啊，是这个理儿啊。哎，叶教授，你看丁在天了吗？啊，没有啊。他不是飞升了吗？他妈叶教授，你他妈也信飞升啊？他妈骗傻逼的！我去那个看了场外集合点，他没在啊。飞升啊，只是群众一种朴素的理解，当然不能说对啊，但也不能说错。啥意思啊？你都没算一下啊？啊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。现在这里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四维扰动的不稳定态，就是说啊，一边是黑洞，一边是白洞。丁在天很可能现在正在中央的虫洞，但是因为密度太高，所以时间呢就会相对变慢，一时半会儿还没出来，啊，我们等就对了。哦，那。教授，那个丁在天进虫洞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什么详细计划？那要是一年半载出不来，那奖金不就没他份儿了吗？哎呀，你说我又不认识他，他怎么会跟我说呢？我刚才去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你不是刚从他房间出来吗？哎，你记错了吧？我们俩就算是见面，最多就是寒暄一下，交流一下这个科学问题，谁也不认识谁。真的？是啊。哎，我走到哪儿，崇拜者都太多，我已经脸盲了。也许我认识他。哎呦，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行吧。那，教授你慢慢准备好，我问其他人家啊。啊，那行。你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啊，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啊。啊，叶教授，走，跟我去那边走走。嗯，那边有什么呀？走嘛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长记，过来一下，再帮我一个忙。你是哪位啊？
你把那个沈小军带到楼顶上去。你他妈，你又要杀人呐？你就说黑面观音约他见面，他就懂了。其他的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。我不干，我他妈，我就想当个演员，我至于吗？你屁股擦不干净，你怎么当演员？这是最后一个，我保证。赶紧去。他要去叫沈小军了，那我们就知道剩下的两个人是谁了。剧本都不一样啊！不是，这，嗨，我一个小演员，我不清楚导演的安排，要不您还是自己跟他核对一下吧，啊？又想来两杯啊？什么来两杯？我说你这节目拍得乱七八糟的，本来说逃跑一个人，不，飞升啊，是飞升，不是逃跑，不就是真人密室逃脱吗？别整那么花里胡哨的啊！行，您继续说。你看现在倒好，还没正式开机呢，跑了仨了，还能不能拍下去啊？已死三个人了，不是？谁说跑了三个了？我告诉您，这都是节目的一部分。综艺啊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！效果，哎，你下面的人一个个知道这是效果吗？咱们叫过来问问。你过来，我问你知道吗？下一步怎么演啊？我不是演员，我是大师啊！导演，你看看，这什么水准？还能演得更假一点吗？那个啥，哎，哥几个啊，别着急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那个，咱们呀拍综艺，它不是直播，用不了那么些人啊。有导演坐镇呢，少他妈几个副导演、道具师啥的，它不重要。咱先把戏拍完，人以后慢慢找，你别耽误赚钱嘛。那不等了。不好意思，是开虫洞了。好了，虫洞了。啊，对，他们说不定是开虫洞了，什么？一边是黑洞，一边是这鬼话也可以。他现在正在中央的虫洞，但是因为那个密度太高，那个时间变慢，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咱们普通人等不起。嗯，有道理啊。鬼话。导演过奖，那个那下次戏给我安排点戏份啊。哎，你们剧组的人的脑子是二驴给踢过啊？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不管你等不等。但现在参赛者都少了，你看啊，何总，咱们可以先拍这一批人的戏份，然后再慢慢找。那以后找着了，后期再补拍、再剪去不就行了吗？那再说了，他妈观众也不知道这节目最开始有几个参赛者嘛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呀，可是按照五个参赛者准备的赞助费。哎呀，好，等咱们节目做出来啊，看剩几个人，再打折呗。行，啊，记住啊，剩几个人打几折。啊，早点开拍啊！嘿，好嘞，哎，准备全程广播吧啊！啊，全体注意了，最后五分钟准备时间，五分钟后正式开始，各就各位了啊！丁丁道长、吕仙姑、叶教授还有小军神，赶紧集合了啊！导演，死人了！导演，不是，谁死了？你快看看去吧，有个死人啊！哎呀，又出事了，搞事！这边，弟子，你去把他拖出来看看。我不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哎，导演。你们这是剧本设计的，还是真的出事了？真的出事了！我操！我就说你们不靠谱啊！你们这是什么杀人剧组？流程乱七八糟，什么还没拍出来，人倒是死到我的店里了！不过这不是我们剧组的人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让开！这谁啊？他妈不是丁在天吗？我操！我
我去他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他亲口答应的，这就丁在天。是吗？是丁在天吗？不是，丁在天不是飞升了吗？不是丁在天，这是道具师啊。什么道具师？道具师是亮哥呀、啊。亮哥长啥样你们不认识啊？啊？不对呀、啊，这是副导啊。什么副导？副导是女的呀。这是另一个副导啊，就是通知我那个人。不是你他妈可闭嘴吧你！剧组有几个副导我们知道啊？这个人我今天见过，你也见过。这不就是你们的黑面观音吗？等等，都冷静啊！我去，这兜里还有东西。哎呀，这下面怎么还有，还有一副白骨啊？最后这几句话非常容易，就是非常可以玩味耶。就是这个人有非常多身份，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不同的人耶，就是有人以为他是道具师，有人以为他是金在天，就是另外一个参加者，然后有人以为他是副导。What face？ 这么有趣。OK。我觉得我们要先把所有的人物搞清楚，所以我们要跟着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身份的人走一遍。但我猜这两个人不是很重要。我现在的感觉刘大伟会是重要的人，然后胡东感觉就是个跑龙套的，叶老二可能可以听到一些东西。我们还是得先跟没有名字的人走一遍。看一下没有名字的人现在哪边？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人吧，这边一开始都没有人。我们跟着这个人走一遍吧。我靠！怎么突然喊停了？我这马上就跑出去了，我。哎哎哎哎，别吹牛啊！我还差点成功了呢。哼，要不是喊咔，现在奖金就是我的了。不是啊，现在怎么就我们三个在这儿？其他人是不是已经飞升了？哟，这么神啊！哼，别太早下结论，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。等会儿看看围墙外面的集合点是不是真的有人就行了。我说。除了你们两个还有多少参赛的人呀、啊、你小子这都不知道，新来的没参加海选？我是导演安排，不是这个是专程请来的啊，压轴选手跟你们不一样。那个到底有几个人呢？原来以为是四个，现在加上你那就五个了。我操，那不是飞升了两个了？剧组有高人呢。飞什么飞呀、啊？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旅馆，哪能那么容易飞出去？怎么飞不出去？要那个，你们准备一下哈，刚才是彩排，没正式开演呢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操你妈！不对呀、啊，怎么只剩你们几个了？其他那几个呢？可能真的飞升了吧？这么快？反正都是彩排了，这次不算。哎，那谁，场记，你去外边集合点把他们都找回来，咱们呀正式开始，这回我绝对不会输了。是啊，你去看看他们在不在集合点，拉回来重新比一次。行吧行吧，我所以他们这个节目的内容是要比大家谁先飞出去吗？大概是还在什么犄角旮旯找出路呢吧，没听见广播喊停，要不然他们不可能比我快。找着他们没有？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，别操心了，等通知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可能真的飞升了吗？什么他妈飞升，这就是导演搞的噱头，谁信谁是傻逼。什么
不信呢、啊？茅山道士的道法遁地符穿墙术啊，那很多网文里都这么写的。现在好几个大 IP 都这个主题，知道吗？他们这版权都被买了，马上就要拍成电视剧了。不过不是我说啊，我也觉得这导演除了吹牛什么都不懂，整个节目组很不专业的样子。哎，比赛规则和流程也乱七八糟的，奖金嘛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儿。要不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，我才不来参加呢。我操，我们这么当众吐槽，节目组不会录下来放出去吧？啊！不对呀，嗨，不可能，他们后期会剪辑的，被恶剪的话呀，说不定观众还会同情我呢，到时候我就人气暴涨。看来这位仁兄是胸有成竹喽。哎，而且说这么半天了啊，还没人出来，难道真的有人已经飞升了？懒得跟你们在这儿瞎逼逼，我出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还是我来吧，啊！哎，等会儿你没事干的时候，赶紧去找找他。不是，他妈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行。所有选手集合了，在导演这儿集合，准备出路。哎哎，导演，刚才不是已经开拍了的吗？您那说是正式开机？操，都他妈是你们乱来。全体注意，这次是正式开机啊，刚才不算。啊，这。那个刚才是彩排啊，哎，所有选手注意了，这次才是真正的实拍啊，大家准备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，不要藏着掖着了啊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现在是有看到吗？是我断线了吗？还是啊 ，Steam 卡住了。你们现在是卡，你们现在停着吗？但是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吧？还是听不到？我看一下什么状况。直播还是顺畅的吗？哦 ，Steam 把我跳出去了，不过我应该还进得了游戏吧？这次肯定准备好。让你们看看频道。哇，等一下，真本事！等一下哦，这次肯定准备好，让你们看看频道真本事。导演，现在还有两个选手没在，既然现在才是正式开机，那干脆把他们资格取消了吧。好啊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哎，那就还剩下一个。那他要是跑出去了，应该不能算是获胜，是吧？录都没录上，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不是运动会，跑了也回来给我重新跑一遍。哎，到底谁跑了？哎，我认识，是叫丁在天的那个，应该是专长道家符箓和土遁法术的。哎。弟子，你去那边看过没有啊？那个什么丁在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我看过了，没在。楼里边找过没有？哎呀，我们刚从楼里一起来的，没人在。不会是真的飞升了吧？我操！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，刚才比赛不算数，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，快点过来。还有副导，是不是也一起飞升了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副导啊，听到广播没有？重录了，不是，正式开机了，回到导演处，快点。那个，再等他一会儿啊。哎，这灯架倒了，怎么也没人管啊？不是，这碎玻璃一地都是，赶紧收拾收拾啊。
刚才灯光架好像被谁给撞了，好大一声，也没见道具师来修。他这电线七绕八绕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扶啊，就没敢管。道具师叫什么来着？亮哥。我操，啊，道具师也不见了。得，还没开拍呢，又飞升了一个。别他妈扯淡了，不是谁看见这，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亮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亮哥，谁看见他了？道具师。哎，我见他去楼顶了。胡东，你去把亮哥找回来。我？对呀，开机以后的事你干不好，开机之前你还不表现积极点啊？快！地仔负责演员，你就负责道具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灯给我修好了。嗯，好吧。行了，大家各自去准备一下，就散了吧。啊，哎，都注意听广播啊。等丁在天和副导都回来再开拍。啊，这里。哎，好好好。导演，还有亮哥。啊，对。怎么又把他给忘了？导演，留步！导演，啊，哟，这位道长有何指教啊？啊，这个贫道其实……哎，来来来，道长这边请。摄像师，嗯，干嘛？您来一下，有事请教。感觉这边很无聊。他应该是吕仙姑吧，另外一个人看起来是男的，应该不会是仙姑啊。我先就这样标了，但他看起来一点都不重要哎。虽然跟一次就应该要跟到底。这样才不会漏掉各种讯息。它超不重要的，我们快转一下好了。还要在这边静静不说话哎。这两个家伙也在这边一直讲话。哎，我说胡东，就算你没有装存储卡，难道你当时就没有看到丁在天是怎么跑的吗？那么多摄像头，我一个人切换，我哪能提前想到盯着他看？不过我之前看到他到处搜索的样子，好像他是很熟悉这里。啊？对，他好像对这儿比我们都要熟悉，所以我本来想跟他合作的。合作？这个湘西赶尸人呢，其实靠的是转换人气与湿气之间的平衡。我遇到这个人就觉得他身上湿气很重，而且此地又是一个天生乱葬之地，所以如果我来帮助他，我可以让他依托湿气行走。那他逃了吗？他没听我的建议呀。他好像专心在找黑面观音，哎，对逃跑的事儿反而不太上心。哎呀，这是个怪人。你说了半天等于没说呀？啊，丁在天去哪儿了？还有副导，他去哪儿？他人呢？都还有亮哥。我操！我他妈老忘了呢，赶紧找去啊！开机以后，道具师还来跟我搭话，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人不太专业。开机以后，他有闲心跟你搭话？不会是让你帮忙算算副导飞升去哪儿了吧？虽然我一向善于求神问卜，但是他倒不是问我这个呀。那他问什么？这家伙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响屁，还会跟女人聊天？他问我需不需要道具帮忙？不可能吧？您是仙姑，什么手段没有？会需要道具？看来是没错。是啊。我吕仙姑什么人呐？湘西赶尸吕氏22代传人，被他当成江湖骗子一样。他这是自讨没趣。哎，我就说好冷啊。他能在女人面前说三句话，我跟他姓。他还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旅馆以前是什么地方。啊？那您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这还用问？这以前是关押黑面观音的监狱啊。您不知道啊？对对对，我的卦象显示也是如此。哎，对了，亮哥后来去哪儿了？
你看见没有？他跟我聊着聊着，就听见外面灯架掉下来了，好大一声啊！然后他就出去了。这他妈烂骨头，他就是知道灯光架坏了，所以故意不收拾。什么人啊，这是，就他妈给我找事儿。那什么，麻烦你现在帮我去找找他好吗？我这儿给他收拾着灯呢，空不出来啊，受累了。行啊。这位是投资人吧？啊，是嘞，我是这个综艺节目的赞助商。现在副导演和道具还有那个丁在天都不见了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嘞。哎，这有问题呀！这幸亏是刚才摄像师大哥的机子没放卡，刚好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。暴露嘞？什么意思？肯定是三个人一起串联作弊了呀。因为没有拍摄成功，要他们回来演第二遍，但是作弊的手段是一次性的，而且两个工作人员肯定是内鬼了，所以不敢回来了。哎，老板，他们这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能力啊，就是想来骗你的奖金，你可要小心呢。哎呀，其实他们作不作弊我都无所谓，我是为了宣传酒店才赞助的场地，只要节目效果好，我不管其他的。好，爽快，要的就是何总您这句话。哎，我去准备准备啊，保证一会儿让你们见识真正的奇迹。哎呀，我操！现在少一个灯不算啥，导演他妈那个能力，他根本看不出来有啥差。哎，金大师，金大师，你帮我找找丁在天吧。节衣不说话，人少了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了，抓紧点吧。他就是一个骗江湖术士吧。哎，现在参赛选手只剩下我们几个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要合作。怎么合作呀？刚才道具师来找过我，他要测试我的超能力。晚安，托尼。晚安。哦，那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呀？哎，不不不，不是超能力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师。88什么东西？赶尸？这他妈叫非遗！你骗尸体去吧你！那怎么用你这门学问跟我合作啊，这位仙姑？哎，来，我们分析一下啊，节目获胜的目标是什么？要像黑面观音一样凭借超能力飞升，说白了就是密室逃脱。哎，我计划这样啊，咱们俩换装，你呢扮成我的模样，在摄像机面前打坐。我呢扮成你的模样去找场记说退赛，从正门就走出去了，然后等我出去到了集合点以后，我再换回自己的样子，你也换回自己的样子，我就成功了，分身法。你们这种大师易容都不会的吗？你一个人想假扮谁，直接换个人皮面具不就行了？你干脆那假扮成导演直接走出去，还又跟我合作。哎，金大师，我们赶尸的都不相信易容这一套啊，你居然还当真了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易容术，最多就是化化妆。对呀，我从导演那儿看报名表，最早报名登记的是吕道长，怎么是个女的呀？你不会现在就化妆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女的也可以称道长啊，民间才会叫什么仙姑不仙姑的，这个都是尊称，我从来不看重这些的。哎，言归正传，化妆换身份，合作还是不合作？嘿嘿，我追求的不是这个啊。而且你找我干嘛呀？你有那么多赶来的尸体，你随便找一具在那儿打坐不就完了吗？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哎哎哎哎，这家伙又不讲话了，好烦哦。仙姑会算命吗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真人不如相，指点有缘人。我想要算一笔横财，算不算有缘啊？有缘有缘。这边请。请。
等等，玉本，啊，一场戏需要两个黑面观音吗？啊，什么？两个？导演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演大结局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个剧组到底靠不靠谱啊？都不一样啊！哎，不是，这，嗨，我一个小演员，我不清楚导演的安排，要不您还是核对一下吧？啊？我刚才在摄像机前面看见了两件事，不知含义为何，想请仙姑指点迷津。您说。第一件事，仙姑好像不喜欢独自飞升，而是喜欢到处给人算命。是算命还是求人？没有，太远了，我听不清楚。您不是没有放存储卡吗？放没放存储卡只有我知道，而且我在监视器前面，想看什么看不见啊？啊？哎呀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比道具师是强多了。哎，既然如此，你还要来找我算命，必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啦。嗯，这就是第二件事了。我知道了一个逃生之处。果然如此，和我的卦象相合呀。在哪儿呢？看来我们俩是真有缘呐。哎，这次综艺的奖金不少啊，500万要分起来，应该要，这应该要好好算一算。没什么好算的，你不能代替我参赛，我不能代替你摄像。哎，当然谁都少不了谁，各分一半，250最合理，爽快。告诉我出口在哪儿？跟我来。哎，我谢谢你啊。找着了，找着了！来，你注意了！哎，我操！这是什么？啊！导演，去找导演。吕建国、叶教授还有小军神，赶紧集合了啊！导演，导演！哎，不是，谁死了？你快看看去吧，有个死人。好，吕仙姑已经更完了，后面就是他们在讲那个这个死人的事情啊。现在有点还不知道状况，我想想看，我们最少听到讲话的人是谁？我觉得刘大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但是刘大伟我们其实已经听到一些内容了。沈小军我几乎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讲话，所以是可以考虑去听一下他。然后 D 仔更完了一次吗？胡东我感觉就是龙套仔，何总和导演可能也是龙套仔。我们来跟一次沈小军吧。对，他一开始跟大伟在一起，大伟哥。OK。导演喊停了，你不出去会合吗？急什么？这根本不是导演的商演。来，继续聊。还有什么好聊的？沈警官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沈队长了吧？哼，你混的也不赖呀，刘大伟。
你现在是刘总监还是刘主管来着？停停停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不会是专门来讽刺我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说了有任务来的。对啊，这又是节目组又是酒店的，谁知道都是些什么人？你在这装神弄鬼，不怕身份暴露啊？哎，当年上课的时候，邱队长怎么教我们的？越危险的地方就越……还邱队？邱队谁啊？老实说吧，你是真的来执行任务的？就你一个人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们这节目都扯上黑面观音了，我能不来查吗？你疯魔了吧？我们这就是个综艺节目，又不是逃犯自首动员会，你真的信黑面观音会来啊？你说你为什么20年之后要撺掇老板搞这么一个节目，还大张旗鼓的叫黑面观音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么说吧，这就是用鬼故事包装一个密室逃脱的真人秀，看谁能重现当年黑面观音飞升的场景。说是说飞升，其实就是看他们谁能在摄像机眼皮底下从监狱……哦，对，现在是青年旅社了，反正就是从围墙里面跑到围墙外面的集合点，谁跑得最快，谁拿500万。至于他们怎么逃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给这个主题青旅造势拉流量的。好了，警官，我跟我们何总汇报 PPT 都没这么详细过。密室逃脱的话，干嘛招神棍来啊？话题性啊，爆点呀，算命风水鬼神，听起来不神秘不酷炫吗？我找几个开锁师傅来密室逃脱，你看啊。再说了，这他妈都结案20年了，你他妈还不死心？邱队死了。啊？怎么死的？酒后游泳淹死的。这他妈是自己找死。不止邱队，当年监狱的玉成也死了，还有当年监狱运垃圾的清洁工也消失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该不会是黑面观音飞升要拉几个祭天的吧？哎，不开玩笑啊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黑面观音的案子不简单了。当年在监狱里，我就觉得你的行踪很怪，但邱队长活着的时候轮不着我来问你。怎么，你还在怀疑我？当年我他妈可是你们当中唯一一个警察都没得做了的人，受的牵连可够大了。倒是你，啥事儿没有，全身而退，你怎么不怀疑怀疑你自己啊？哎，我行得正坐得直，倒是你，哎，你如果跟当年的案子毫无关系，为什么就偏偏回到这里当市场总监啊？为什么就偏偏要用黑面观音来当噱头办节目呢？你自己都说是噱头了，我用噱头当然是为了吸引流量啊。吸引流量还是吸引当年的人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呢？你们警察都喜欢靠想象力查案的是吗？有证据没有？有的话就抓我走。就算现在的事跟你无关，那当年呢？当年你接到的碎片任务是什么？什么什么碎片？你他妈说话能别东一句西一句的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在诈我？不错啊，沈小菊，20年不见果然出息。行，你冷静一点啊，我只是例行询问。我们查到跟当年那事儿有关的人物可能都收到过一封信。信写的什么？写着每个人分配到的碎片任务，所以每个人照着信上的任务去干，就只参与了一个环节，这样我们查的时候也特别困难，一直无法把整件事串起来。好不容易有点进展了，可涉案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，案子线索断了，所以今天我才来借用一下你这个节目。所以是当年的幕后黑手在灭口？也有可能是有人在寻仇。寻仇？谁会来寻仇啊？丁在天。丁在天？你说的那个道士？他是丁警官的儿子。你这么一说好像是长得很像。他爸也是当初监狱飞升事件的相关人，后来一直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他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是偶然。没想到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对当年的事到底知不知情？我他妈……你是真的揪着我不放了是吧？这样吧，今天说话不方便，录完节目你还是得跟我回趟局里，我们做一个书面记录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是不信我？混，别走，那听没听我说啊？
那他要是跑出去了，应该不能算是获胜，是吧？路都没路上，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不是运动会，跑了也回来给我重新跑一遍。哎，到底谁跑了？哎，我认识，是叫丁在天的那个，应该是专长道家葫芦和土遁法术的。哎，丁仔，你去那边看过没有啊？那个什么丁在天怎么还在？丁在天就是这个人吧？啊，我看过了，没在。楼里边找过没有？哎，我刚从楼里一起来的，没人在。不会是真的飞升了吧？哎，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，刚才比赛不算数，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，快点过来。还有副导，是不是也一起飞升了？副导和灯光师啊，道具师。啊，听到广播没有？重录了，不是，正式开机了，回到导演处，快点。那个，再等他一会儿啊。哎。灯架倒了，怎么也没人管啊？不是，这碎玻璃一地都是，赶紧收拾收拾啊！刚才灯光架好像被谁给撞了，好大一声，也没见道具师来修。他这电线七绕八绕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扶啊，就没敢管。道具师叫什么来着？亮哥。我操！道具师也不见了。得，还没开拍呢，又飞升了一个。别他妈扯淡了。谁看见这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亮哥。啊，对对对，亮哥，谁看见他了？道具师。哎，我见他去楼顶了。胡东，你去把亮哥找回来。我？对呀，开机以后的事你干不好，开机之前你还不表现积极点啊？快，地仔负责演员，你就负责道具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灯给我修好了。嗯，好吧。行了，大家各自去准备一下，就散了吧。啊，哎，都注意听广播啊，等丁在天和副导都回来再开拍。啊，这种。哎，好的。好，导演还有亮哥。啊，对。啊，幸会幸会。这位是何总吧？哟，你是哪位啊？我们认识吗？哦，你当然不认识我。我也仅仅是把我预测的信息跟您的面相对上了，才认出来的。自我介绍，我是宇宙全息投影心法的第一发明人，全球聪明人大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，小军神。哎，正巧，我测算了一些信息，与您核对一下，看看我的功力如何。啊，您讲。哎，据我刚才用脑电波跟宇宙微波辐射共振得到的消息显示啊，这个酒店以前是一个监狱。啊，是了。您是这个酒店的实际所有者。也对了。您投资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人。这个错了。哦，失误失误啊。那您是所谓何事呢？这都是我下面一个运营主管操作的，他说请这个节目组到这儿来拍一下综艺，能给酒店带来媒体关注和话题热点，有利于吸引客源。我再测算一下啊。您这个运营主管是不是啊？对，姓刘。啊，是嘞。您还安排了自己人参赛，想通过一个秘密通道潜逃出去，完成节目挑战目标，对是不对？秘密通道，我收购了三年了，都不知道有什么秘密通道。哎，您再回忆一下，真的没有秘密通道？啊，没有啊。哎，那你用那个宇宙心算啥的算一下，那几个选手怎么出去的，现在在哪儿啊？让我见识见识。这个好啊，带我算一算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有了，他
们这次用能量场把外面的能量置换进来，实现了量子隧穿。量子什么？哎，量子力学角度来看，这微观层面强是原子组成的，我们也是原子组成的，两个原子摆到一块儿，从来不会有你在里面我在外面的区别，谁在里谁在外都是随机概率。所以啊，你去撞一面墙不能说穿不过去，严谨的说法是你有多少概率在墙这边，多少概率在墙那边。所以他们现在有一定的概率是穿墙穿过去了。那你怎么不穿墙的？你也来个一定概率啊，干嘛跑我这来问密道呢？哎，这个密道也是一种量子隧穿的特定解嘛。哎呀，得了吧，想作弊就直说，不丢人啊。哎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您跟我说下密道在哪儿？这奖金呢，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就是为了出名，节目一结束，奖金我原样奉还给您，这您不是也省一笔钱吗？不是说啊，我不在乎这点钱，首先这根本就没有密道，你老老实实演你的大师去吧，啊，我不揭发你就行了。哎，那边有一股强大的信息场，哎，我去去再来啊。呵，大师，小军神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是警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啊？不是，你不是宇宙全息吗？啊？不是，那都是我的任务伪装。现在现场有些疑点，我需要你协助我调查。哦，呀，还真是。好，好，好，警官，我什么都交代啊。我就是个拍过点 MV， 也真没拍过什么综艺什么的。5分钟以上的片子，我就拍的就很吃力了。这节目啊，都是副导演在现场管的，我也没收多少钱，就是行价，我一点都没多要。哎，这价格也是透明的，也不存在什么回扣什么的。副导演现在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副导最近接触过什么人没有？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？副导是个好人呐。哎，这不是，我不知道，他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直接回答问题，他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？他也是有点神秘的，我感觉啊。这个接触过什么人？我好像听说他有一个顾问，说这顾问挺强的，但是我也没见过。顾问？你觉得会不会是黑面观音呢？嗨，什么黑面观音？那都是假的，综艺的噱头啊！恐怕你还不太了解这黑面观音呢。黑面观音在入狱之前，可是道上有名的人物。哎呀，这我都早都查过了，就是说会算命嘛，啊，结果算命又怎样，自己还不是被抓进去了，而且最后失手这个案子也非常的龌龊，据说是帮寡妇抢遗产什么的，还被别人给算计了。哎，警官你想想，这是会算命的人干得出来的啊？行行，你先别说了，这个事儿是挺奇怪的，但是他被抓之前算命一度非常准，后来突然算得失手。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。警官，您还信算命啊？也许是超能力吧。哎，你们这个节目不就是搞这一套吗？我们这宣传就是个噱头。哎，我们这不犯法吧？行了，不调查你这个了。刚才说的话不要对别人说。我出去继续当我的大师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这知道知道啊。你动动脑子吧，行吗？导演让你干啥就干啥呀，灯光和摄像哪个重要啊？现在少一个灯不算啥，导
你介绍这个拍剧的合作到底有什么价值啊？何总，这是拍综艺，不是拍剧。有区别吗？不都是拍电视吗？有区别吗？我问的不是他叫什么节目，我问的是他跟我们的主题酒店有什么联系，提升品牌，提升访客，效果在哪里？何总，这个是品牌联动，现在的营销2.0时代了，它就是这样的，这叫内容营销。这个黑面观音真人密室逃脱一播出，有悬疑、超能力、有鬼怪，还有历史真实案件背书，各种要素齐备，不大火是不可能的。它一旦火了，我们就成了这个网红的打卡点了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而且当初汇报的时候您不是也很看好吗？PPT 上怎么吹我当然懂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投钱了。但是一切想法都要看执行啊。今天剧组进场我才发现，我觉得你找来的这个剧组怎么形容啊？一点儿都不专业啊，这能拍出什么东西？就算拍出来，拍出来有人看吗？不会的不会的，何总，他们都是专业的啊，可能是您不了解。都不认识他，他怎么会跟我说呢？感觉是等一下要跟刘大伟了。你不是刚从那房间出来吗？你记错了吧？我们俩就算是见面，最多就是寒暄一下，交流一下这个科学问题，谁也不认识谁。真的？是啊。我走到哪儿，崇拜者都太多，我已经脸盲了。也许我认识他。哎呦，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行吧，那教授你慢慢准备好，我问其他人家。那行啊，你还是要相信科学啊。行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叶教授，走，跟我去那边走走。嗯，那边有什么呀？走嘛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丁在天不见了？是啊，也许跑出去了吧，丫还真有点本事。也许是你小子本事大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丁在天是不是被你小子害了？哎，警官，你话不能乱说啊。我白天的时候提醒过你，丁警官儿子可能在寻仇，要你小心点。什么？那你的意思是？丁在天是丁警官的儿子？你他妈装什么糊涂啊？冤枉啊，警官，我是真不知道。要知道他来，我还凑什么热闹？不对呀，他一个警察的儿子，怎么成了道士了？你一个刑满释放的骗子，怎么他妈成教授了？你别取笑我，我跟你说了，生活所迫嘛。而且这也不犯法呀，都是节目，各凭本事，是不是？实话实说啊，你当年接到的任务是什么呀？害怕丁在天来找你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哎呦，真的冤枉啊！他要寻仇，他自然去找仇人。当年黑面观音的事，我又没参与，我也不怕他来找我。参没参与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小子是不是心虚啊？先下手为强，弄死了丁在天。警官，你这么猜下去可就没底了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算你没有下手，你敢保证你那位小弟不动手？小弟？您不说我都忘了这号人了。这都出来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他早就没联系了。哼，你的案底啊我一清二楚，我记得谁要是挡你的财路，你可一点不手软。就算不是寻仇，单说今天这个节目里，丁在天可是你的对手啊。会不会是因为他跑得比你快，所以你老毛病又犯了？挡我财路，就凭他？哼，还轮不着他。不过说到这个，我倒是建议您还是查一查那个导演。
昨天金生水跟我拼酒，到最后可全都说了。那草包导演会偷偷给他开门，放他出去去集合点，赢了之后，奖金全都到导演手里了。要说挡财路，那也是导演呢。内定，那你输定了。哎，你还待在这干嘛呀？就想上个电视露露脸？切，他有他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，胜负如何还不好说，等着瞧吧。导演那边我等会儿自然会去调查，但你这边的嫌疑也不能排除吧？警官，你这绕来绕去合着是他妈揪我一人不放是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等片场这边告一段落，你跟我去趟局里配合调查，你敢不敢？瞧你说的，警民合作嘛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行，好自为之吧，我等你。啊，全体注意了，最后五分钟准备时间。为什么他一个人最后在这边呢？他在这边待了一分钟，哎，那后来没有去集合，所以他是警察，然后他基本上在查案，他想要查当年的事情。刘大伟应该是当年有污点的警察，然后被杀掉的人是丁警官的儿子。家伙就到处一直走路，到底是丁在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丁在天，醒醒！我操，他妈死了！丁在天在这里。What？ 那右下角那个尸体是谁？哼，有趣。啊，我想一想，丁在天在左上角，右下角又有一个尸体，大家都把他认成各式各样的人，什么状况啊？我们这是要跟谁呢？我感觉要跟刘大伟了。虽然导演也看起来也有点值得跟，可以跟一下，但是感觉要跟刘大伟了。其他好像胡东也可以跟吧。一开始刘大伟的话没有什么好听的嘛，这边沈小军的跟沈小军对话听过了。哎，
下去你别走，你他妈听没听我说啊？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听到过广播没有？重录了。扔了一个，不是谁看见这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亮哥，啊对，亮哥，谁看见他了？道具师，哎，你先把灯给我修好了。这是他跟 D 仔讲的话。你他妈杀人！现在全场都你妈找辅导，咱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该干嘛干嘛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他妈现在还是不是条子？你杀的人是公事是私仇？仇嘛，倒谈不上。不过他对当年的内幕知道的太多了。他妈辅导就是个小娘们儿，他能知道当年监狱的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傻错了？对啊，我也奇怪。要是普通细节还好，他连任务信的事儿都知道。哎呀。他杀的确实是副导，他杀了一个女的，可这故事已经没有其他的女的出场了，所以就是又多死了一个女的。丁在天是儿子，所以一定是男的嘛，所以会误认的话，啊，哥，你当年监狱到底出啥事儿？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啊？那你这次任务就是干掉所有知道内幕的人是吧？多的你不要管，知道越少越好。除非你以后不想当演员，想跟我混喽。我还是想当演员。这不就完了？我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啊。好，我们不听了，看一下刘大伟还要讲什么别的话。我他妈就想当个演员，混坎儿呗。操！你等会儿，那个丁在天也找不着了，是不是也他妈被你给杀了？丁在天，他们不是说他飞升了吗？哟，你妈放屁！你他妈别跟我装糊涂行吗？不，丁在天这个人也不干净，我还正想找他呢。你真没杀他？废话，见都没见着，怎么杀？赶紧的，去收拾楼顶灯架。所以楼顶的是副导吧？楼顶的是刘大伟杀的。这边他，我记得他没什么讲话。叶教授，啊，您用计算机帮我算一算，我什么时候发财？我帮你算一算。这段我们刚刚听过了。这个监狱不是有来过，就把这里盘下了。刘大伟的话，我们零零散散的通通都听过了。哎呦，好了啊，行吧。
儿准备好，我问其他。哎呦，真急！那再帮我一个忙。你是哪位啊？这边也讲完了。又要干嘛呀，哥？他叫他去找沈小军。你就说黑面观音约他见面，他就懂了。其他的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。我不干，我他妈我就想当个演员，我至于吗？你屁股擦不干净，你怎么当演员？这是最后一个，我保证。赶紧去。然后刘大伟就上去了，他回来吗？这刘大伟的对话其实我们都听过了。刘大伟只杀了副导，副导也是知道事情的人。好，还有谁有需要听啊？我想想看，叶老二和导演吧。哇，真的是不容易耶。先听导演好了，但导演感觉很废，还是要先听叶老二啊，感觉叶老二跟当年的案件比较关，跟当年案件有关的人感觉是，就是一二三四四个人。怎么突然喊停了？真是废话，这都不是。让你们几个，那儿都可。开机，等会儿等会儿。不是运动，干嘛？你还不跑？大家各自负责。师长，请教。我刚才就要成功了，你他妈全场重来！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意外。你以为我想？导演没他妈少骂我。哎，下次啊，下次一定顺利。切，老子给你赚钱机会是看得起你，你是嫌钱多了烫手是吧？啊，胡东他手下吗？小跑腿的。你这不是看得起我，是只能跟我合作。全场还有比跟我合作更方便的事吗？摄像机能不能拍到你逃跑，还不得全靠我切换镜头啊！啊，这么说你现在是发现自己的价值了，来跟我讨价还价来了？哎，那不
我胡东说十万就是十万，童叟无欺，绝不涨价。放心啊。下次开拍，一切按照原计划。当然了，这还用问？哎，可是，就你一个人出去，你那搭档呢？哎，你小子话多了啊！嘿嘿，我原来以为你们还要分一下，原来就你一个人啊！哎呦，那你赚的可真不少啊！所以说，你还是要涨价啊，还童叟无欺，你干了屁大点事儿你就要多分，切换一下镜头不是你分内事吗？做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房间里边动动鼠标赚十万块，你他妈还有更赚钱的生意吗？你来教教我，我跟你混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哎，那啥，那你上一轮是怎么个飞升法啊？怎么灰头土脸的？是飞升啊还是遁地啊？你小子话越来越多了哈。科学的事不要瞎打听。不说就不说。那下一轮你记得看着我摄像头的指示啊，红灯灭了你才能过去，别去早了，被拍下来就露馅了。知道。分头准备。嗯。看来湖东那边会有一些就是跟那个有关的。叶教授。啊。这边是。你帮我算一下。这边就是叶教授跟那个刘大伟讲话的时候。根本。不是的。到底有什么价值，不是拍剧。没有啊，他不是飞升了吗？你看定在天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他不是飞升了吗？什么叶教授，你他妈也信飞升啊？丁在天是他杀的。我去那个看了场外集合点，他没在啊。飞升啊，只是群众一种朴素的理解。当然，老四啊，场记，过来。丁在天不见了，是啊，也许跑出去了吧。丁在天不见了，丁在天不见了，是啊，也许跑出去了吧。丫还真有点本事。也许是你小子本事大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丁在天是不是被你小子害了？哎，警官，你话不能乱说啊。我白天的时候提醒过你，丁警官儿子可能在寻仇，要你小心点。什么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丁在天是丁警官的儿子？你他妈装什么糊涂啊！冤枉啊，警官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方教授，摸调查，好自为。他去处理尸体，有个死人啊！哎呀，又出事儿，搞什么呀？这边，弟子，你去把他拖出来看看。我不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哎，导演，你们这是剧本设计的，还是真的出事了？真的出事了！我操！我就说你们不靠谱啊！你们这是什么杀人剧组？流程乱七八糟，什么还没拍出来，人倒是死到我的店里了。不过这不是我们剧组的人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让开！我看看。哎，这谁啊？这他妈不是丁在天吗？我去他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他亲口答应的，这就丁在天。
是吗？是丁在天吗？不是，丁在天不是飞升了吗？不是丁在天，这是道具师啊。什么道具师？道具师是亮哥呀、啊。亮哥长啥样你们不认识啊？啊？不对呀、啊，这是副导啊。什么副导？副导是女的呀。哎，这是另一个副导啊，就是通知我那个人。不是你他妈可闭嘴吧你！剧组有几个副导我不知道啊。这个人我今天见过。你也见过。这不就是你们的黑面观音吗？等等，都冷静啊！我去，这兜里还有东西。哎呀，这下面怎么还有？还有一副白骨啊！哇，我已经几乎把所有人的套听完了，我现在还是满头问号哎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还缺什么？我想想看。叶老二我们听完了，第一仔我们听完了，刘大伟我们听完了，现在就是导演何总啊，吕仙姑我们也听完了，沈小军我也听完了，导演何总、胡东、金生水，这几个人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听吗？看来是该听一下导演了啦，哇，真的要全部都听一遍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何总，干了这杯，还有三杯啊！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有点上头了，再喝就耽误事了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喝个高兴就好啊！我从来不强人所难，今天开机大喜的日子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感谢何总的信任。感谢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，我这边啊就自己干了啊！哎，话说，你这开拍的时候跑我这来喝酒，不怕耽误正事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这我呀都是交给副导的啊。这片场的事儿啊，那副导比我专业多了，有他看着出不了问题。副导应该死在楼上了。导演是干嘛的呀？哎呦，您别看不起我呀，我们俩有分工的，我主要是搞定赞助。还有那个创意，哎，对我负责创意，后期市场要引爆，要话题，最根本还是看创意啊！我的创意啊，没人能想到。嘿嘿，哎，综艺节目这一块啊，不是我吹，国内这个圈子，没人有我这么有创意。哦，那国外的？国外呢，就是我的素材库啊。那你这不是抄袭不？您别说这么难听啊，我又不是全抄。不瞒你说啊，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，我准备了一个惊天的创意。什么创意啊？哎，这就不能说了啊，这个要最后揭晓才算震撼啊。嘿，哎，你别看这节目前边啊我没怎么管，不代表我没有能力管啊。啊，其实啊，是我把精力都放在这最后一下子了，这结尾一定要他妈震撼，要震撼啊！我连副导都没告诉，到时候嘿嘿，连他都是懵逼的。哟，这么神啊？那是当然了。哎，我猜一下哈，是不是有个黑面观音在结尾啊？啊，今天我都见着了。您见过他了？他来跟我说他是黑面观音，我差点信了，结果我一咋呼他就露馅了。我们这点小伎俩还是骗不过您的啊。哎呀，您这商海沉浮多少年，走过的路、吃过的盐、见过的人啊，我们上哪儿比去？我这手下最好最好的演员了，别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一见了您呢，那一分钟都站不住，这还是气场啊，是您气场太强大了。魏导，魏导，魏导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也来敬何总一杯。魏导，出点事儿，出去了啊？何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看看。
不会有什么事的啊。您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去忙啊。怎么了？就是正式开拍以后，吴东你们忘记放存储卡了，给我啥你们都没录上。我操！哎，这他妈胡来吗你们？对不起导演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奇怪，怎么办啊？他安排了一个黑月观音，但不是这个人。对，那就重拍吧。啊，不是这个人，那就是丁在天喽。重拍就重拍啊，你得去啊。不是，怎么他妈又是我呀？啊，我都喊。我想一下，导演安排一个人来，但这个人不是他，因为他不认识他，所以是丁在天，因为副导他认识嘛，副导导演认识，所以这个唯一他不认识的人应该是。应该是他不知道的人，应该是道具师，还是丁在天？哇，他到底是谁啊？过一遍开机了，副导呢？哎，还没找着。副导不会是跟着大师飞升了吧？操他妈放屁！还没开拍就飞升？我刚才去那个选手那边通知他们了，我骗他们说是彩排。等会儿你没事干的时候，这儿集合。七找八。道长有何指教啊？哦，这个贫道其实……哎，来来来，道长这边请。摄像师。不是说过外边不要表现咱俩认识吗？哎呀，导演，今天副导突然说不要我的戏份了，告诉我剧本结局改了。这什么？但是那是上一轮开机之前的事儿了。我来就是想问一下导演，这一回重录啊，不叫正式开机，那是不是都要从头再来呀？你跟我说的偷偷开门让我出去这事儿还做不做呀？废话，你不出去，你奖金分成还想不想要了？这一段还保留就好。那我到结尾在集合点还跳出来演黑面观音吗？废话。可是副导说有其他的人选安排了，不用我了。什么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啊，咱俩开机之前才对好的台词啊。哎，再说我根本就没有跟副导提过咱俩的安排啊，他从哪儿知道了？是啊，我这不奇怪呢吗？OK， 好，所以说不定真正的黑面观音回来了。然后这个人他跟何总说他是黑面观音，何总以为是金生，何导演以为是金生水，但其实那是真正的黑面观音之类的。OK， 然后他假扮成，因为这故事里头有出现的人不多，所以他应该是假扮成亮哥。就刚才你喊完开机之后，他偷偷把我拉到小房间里通知我的。啊，开机的时候我们全场都找不着他。啊，原来他跟你去小房间了啊！嘿，你小子可以啊。导演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后来他去哪儿了？啊，他跟我说完他就出去了。啊。导演，那我到底还能不能演这黑面观音呢？没事啊，等我找着他再核对。你现在啊，先按咱俩的原计划演啊。嘿，好嘞。啊，对了，你小子不要得意忘形，现在场内没有演员，都是大师，
你装的他妈像一点啊，别到处跟人说你有特殊安排，剧透了就没意思了。这我没到处说呀，这个投资人都跟我说了，你小子气场还需要磨练，知道磨练啊。投资人是谁啊？哎呦我操，哎你看你看你啊，难怪别人说你嫩，这别管那么多事了，赶紧去准备吧啊，别让人看见跟我在这瞎晃悠。哎，好嘞导演，那我走了。不要叫我导演，你是大师哦。好，那频道告辞。哎，我说胡东，就算你没有装存储卡，难道你当时就没有看到丁在天是怎么跑的吗？那么多摄像头，我一个人切换，我哪能提前想到盯着他看啊？他很熟悉这里。啊？对，他好像对这儿比我们都要熟悉，所以我本来想跟他合作的。合作？这个湘西赶尸人呢，其实靠的是转换，不太专业，还来跟我。他妈老忘了呢，赶紧找去啊！以后道具师还来跟我搭话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是警察。这边他们也讲过了，导演这边都没有戏份。好，魏导啊。哟，何总，这是。又想来两杯啊？哎呀，什么来两杯？我说你这节目拍的乱七八糟的，本来说逃跑一个人，不，飞升啊，是飞升，不是逃跑，不就是真人密室逃脱吗？别整那么花里胡哨的啊！行，您继续说。你看现在倒好，还没正式开机呢，跑了仨了，还能不能拍下去啊？能啊，不是谁说跑了三个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节目的一部分。综艺啊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！效果，哎，你下面的人一个个知道这是效果吗？咱们叫过来问问。你过来，我问你知道吗？下一步怎么演啊？我不是演员，我是大师啊！导演，你看看，这什么水准，还能演得更假一点吗？那个啥，哎，哥几个啊。别着急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那个，咱们呀拍综艺，它不是直播，用不了那么些人啊。有导演坐镇呢，少他妈几个副导演到。好，到这边为止的话都听过了，还剩下谁啊？胡东和金生水。可是我觉得金生水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大概就剩下胡东还会有一些料。在开叉 D。哎呦，解不完呐、啊。777，可能得跟一次胡东啦。我，可是我们很快的跟一次吧。我猜没什么东西可以跟。怎么地了？你他妈就敢喊卡呀？弟仔，我这儿出了点屁。这了，找找有没有？我刚找了一圈了，外面没人呢。找找有没有？我刚找了一圈了，外面没人呢。我操！副导现在都没回来，哎，不会是也跟着飞升了吧？要不咱们直接找导演。行。这边就是刚刚跟导演说的事情。这已经开拍了。戴天和副。然后这边是他跟叶老二串通的事情。正常重来。他有过他有。因为没有拍摄成功，要他们回来。我上。这架子另一半应该在楼顶呢，我上楼看看去吧。我走啊，你他妈找灯架是找亮哥的。哎。啊，也对。看了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好。哎，叶教授，
仙姑会算命吗？这边后面的话我们都听到啊，没有，已经没有资讯啦。OK，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副导一开始就跟黑面观音认识，然后所以在现场死了三个人，杀死杂物间的人是。刘大伟杀的是副导啊，如果这是亮哥的话，如果这他以为是亮哥的话，也可以是他杀的。还有谁会认识他？都不对。好难哦。所以只死两个人吗？跟易容术有关系吗？最后这个大家看到的脸其实是不对的吗？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全部听完了，但是我看起来像是要猜欸。总之死了两个人嘛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一定死了两个人嘛，应该不会再超过了，也不会少了，也不会超过了。这个不是刘大伟杀的，刘大伟说他杀了亮哥跟。他没有杀丁在天，但他杀了副导和亮哥。难道这是副导？不对啊，如果是副导的话，怎么会是刘大伟杀的呢？对啊，如果应该说，如果是副导，不就是刘大伟杀的吗？还有谁能杀呢？叶老二杀的不是左上角人吗？叶老二杀的不是丁在天吗？开始胡猜了。难道跟何总有关系？我没有跟整趟何总，可是应该跟何总没关系吧？何总感觉就是一个状况外有钱人啊。这一定不对，只答对了一题，太奇怪了。看起来就是人数是对的，是这样吗？还有谁有可能杀人？感觉就世界大衰鬼。对啊。欸，奇怪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听完了，我还有什么东西漏掉了吗？我漏掉了什么人吗？还是我真的就要听一次何总啊？我觉得对的就是这一题吧。这边有一个尸体，这边有一个尸体，总不会再多了吧？
那个白骨不会是今天死的啊，对吧 ？OK， 天哪，真的听到晚了。我们剩下谁没跟完？何总没跟完，金生水没跟完。我觉得金生水可能有点梗，我跟金生水吧。何总，我真的是想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讲。我靠！怎么突然喊停了？不是的，这门这么绝吗？怎么会同情我呢？到时候我就人气暴涨。哎，等会儿你没事干呢？今天水这边在跟导演商量吗？人少了，他一眼就他妈看出来了，抓紧点吧，可逼！哎，现在参赛选手只剩下我们几个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要合作。合作？怎么合作呀？刚才道具师来找过我，他要测试我的超能力。哦，那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呀？不是超能力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师。是什么东西？感师？这他妈叫非遗？你骗尸体去吧你！那怎么用你这门学问跟我合作啊，这位仙姑？哎，来，我们分析一下啊。不想自恋啊。综艺节目的赞助商就知道了。再帮我一个忙。那个，我是这个综艺节目的赞助商。哎呦，你好，我就是黑面观音呐、啊，什么黑面观音，又跟我来这一套？不是，我真的是黑面观音本尊呐、啊！哎呀，左一个大师，右一个大师，你们导演有没有点新鲜的招数？您知道导演的安排了呀？怎么样，承认了？刚才就有黑面观音来过了，你装模作样又来一遍。你们导演。这写的是什么剧本啊？一场戏需要两个黑面观音吗？啊？什么？两个？不可能啊！导演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演大结局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个剧组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啊？剧本都不一样啊！不是，这，嗨，我一个小演员，我不清楚导演的安排，要不您还是自己跟他核对一下吧？啊？味道啊，这后面应该都没有东西了。他们后来出去就是去那个，就是去看尸体了。哎，要跟一次何总了。干了这杯，还有三杯。导演这儿集合，准备出路。刚才不是已经开配了的吗？还有亮哥。这边是在套何总话、啊。边有一，阿花，不会是让你帮忙算算副导飞升去哪儿了吧？虽然我一向善于求。副导演，这位是投资人吧？啊，是嘞，我是这个综艺是在天底要解放一会儿。又是，这是拍综艺，保持一个广告在想办法，帮帮。又跟我来这一套，不是？
我真的是黑面观音本尊呐、啊！好，我们全部都听完了吗？也没有，何总这边确实就没有漏掉的，因为其他人都听过了，他没有自言自语，我们就没有招了。啊，我说实在并没有捋清楚剧情是怎么样。哎呀，好难啊。不是叶老二，也不是刘大伟。不可能是仙姑啊！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用排除法已经知道了，这个是叶老二，杀死他的是叶老二，所以他是丁在天。那这代表不是死了两个人，也不是死了三个人，死了更多人咯。楼上一个人，这边算是两个人吗？如果这边算是两个人的话，就是四个人啊。这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楼上有一个副导，这边有一个沈小军认为的丁在天，这边有一个叶老二认为的丁在天。不对啊，还有谁会认识他啊？金生水说改戏份的副导是这个人，是这个人应该是黑面观音吧？至少是假装自己是黑面观音的人吧。跟何总假装是黑面观音的人也是他。导演不认识他。难道刘大伟也认识他吗？其他人不可能啦。哦，我已经开始在胡猜了，这个有点。其他人跟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啦。这其他人都是这次戏的事情啊，所以一定是这四个人啊，就是这四个人的排列组合啊。他是叶老二杀的，显然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你爸，我们导演现在暂时出去。No。 那你是谁呀、啊？跟个大爷似的坐着。我是副导的顾问，坐镇这个综艺节目的大使。黑面观音
正式出演台下。这个综艺就是我的同名综艺。什么观音不观音，就神棍之一呗。哎，行了，等会儿啊，导演回来跟他说一声，叫他来见我一个啊。哎，副导那边没起什么疑心吧？嗨，二哥，这就放心了。我当年好歹跟黑面观音也相处过一段时间，傅瑶也现在完全要我给咔嚓镇住了。嗯，那就好。但我这边打听到，原来那个草包导演自己也安排了一个龙套混在选手队里，说到结尾会跳出来演黑面观音，大获全胜，收走奖金。操，这你妈内定了，这不玩那猛腻吗？咱举报吧。举报个毛线，举报给谁啊？综艺节目有这种安排，再正常的话了，那我们把它做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把奖金拿走吧。暂时不用，你去假装副导，通知他媳妇取消了，我们能拿奖金就可以了。啊，可是副导是女的。傻呀你，一个剧组有好几个副导怎么了？开机以后他没反应过来就行了。这跟我们想象的一样，只没想到这是尹小六。哎呦，我是我们剧组的第二执行副导演啊，不，第二执行导演啊，过来通知你一声，导演对戏另有安排。就是你最后那个黑面观音反转就不用演。我正在调查当年的案子，当时在场的人最近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非常蹊跷。我们怀疑除了警方之外，还有人在私自寻找，特别是丁警官的儿子嫌疑比较大。其实今天也来了几个熟人，我劝你，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人，趁早告诉我啊，免得发生什么不可估量的后果。嗯，这是肯定的，警民合作嘛，我懂我懂。收到风，你好像当年的事遭到了风声，现在有人寻仇寻到这里来了。我靠，这你们还能办？咱要别录了，咱也走吧，赚钱机会有的是。他妈的，瞧你那胆小的劲儿！我们分头去摸摸其他人的底，只要没有真的黑面观音，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赚钱就行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行。我是参赛选手，不方便出面。你只有副导见过，连生，你去好一点。啊？我去。你就假扮一个发道具的，只要问问那四个人，需不需要准备什么道具啊，配合呀。说要道具的，就知道不是真有本事的人了。顺便看看有没有眼熟的，要小心一点。哦，好好好。我是道具师，我来问一下，你一会儿表演飞僧的时候需不需要什么道具方面的协助啊？啊，我需要一个人陪护，要一个人假扮成我在这儿参加节目，就是在摄像头前面哈，然后呢我就悄悄地假扮成僵尸。等会儿，你这是法术吗？哎呀，啥子法术，都是骗人的。啊，好好好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说帮我准备道具的吗？你不要走啊。我找到了，是那个龙套跟我说的，说是有个人到了以后就开始不停地问东问西找黑面观音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妈的，原来是当年丁警官的儿子，跟他死鬼老子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哎，丁警官的儿子，那跟咱没嘛关系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我听说稍微有点关系的都绕进去了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这个小丁怕是有目的来的，我们去会一会他。你好你好，我也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之一啊，在下叫叶老二，尹小六。你认得我们？当年案卷的卷宗，这二十多年来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，所有涉案人员的脸化成灰我都忘不了。哎呀呀，你冷静点，小丁。你听我们说，其实当年别跟他废话，
他妈的，挡老子财路就给我去死！我操！二哥，你妈也太冲动了吧！你这干嘛？你先弄完这怎么办？你躲着，别出声，把尸体藏好，我出去应付他。林百天。啊？不是，这位小哥，我是叶教授。哦，赶紧去集合吧。林代天呢？不在里面啊？不在呀，里面就我一人。你是丁代天吧？啊，对，就是我。那你他妈赶紧的吧，还待这儿干嘛呀？想不想拍了？里边，你妈叶老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副导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样，对这次拍摄有信心吗？节目效果和内容，我可以保证，绝对原汁原味还原当年。当年发生什么，我已经了如指掌了。我们剧组的顾问是当年案件的专家。顾问？关于这个嘛，我不能透露太多。不过你们想想。这个综艺的主角是谁啊？黑面观音。哎呦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。副导，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能不能带我去见见？我对当年的事也很好奇啊。哎呀，刘总监，您就不要为难我了，当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您等下看节目就行了。那我就来问问当年。今天开真晚，有怪莫怪啊，玩不完呢。哥，我不帮忙玩，真他妈说不过去。但是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事你千万找他，就别找我啊。走那谁？哎，弟仔，骆驼大大有放假。哎呀，开机了，你看副导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就我一个。哦，哎，你一人念叨啥呢？哎，这不副导行啊，他来过这儿。没有 QQ， 那他扔一根鞋在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记错了吧？你没事干盯着副导鞋干嘛啊？记这么清楚？这我才没盯着呢。那什么，我拿去问问齐大人去啊。没有，我这不都用别人名儿找到撞骗子，哪有用自己名儿的？那就好。不过我转念想了想。觉得你说的对，今天的破事儿太多了，诸事不顺，还是别录了，先走，赚钱的机会大吧。哎，二哥，你想通了就好了，你想通了就好了。哎，从正门出去太显眼，咱们就从地道走吧。之前叫你挖通的，弄得怎么样？弄好了，你看看。黑面观音又飞升了，不，这不是我，我没有去过。他们说黑面观音就在现场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啊！我不是黑面观音，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呀？我本来想到这个节目现场寻找真相，为什么你会把我拦住啊？你为什么把我替换出来？你说知道真相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不过这个案子让我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声音。那是20年前我在东山监狱服刑，而这牢狱之灾的起因也是黑面观音。我的天哪！居然有两关，好有诚意啊！但第一关我就已经搞得蒙头转向啦。OK， 我今天真的不能再开了，我明天还要一大早起来。但是太扯了吧 ！RRR， 哎呦，辛苦啦，酷酷，早班。
没有啊，我已经换公司了。我不是给我换公司了还有值班吗？没有值班啦，我现在都是早上啊。啊，这个只能下次再开了，真是有诚意。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刚刚那个剧，就是现在清楚一点啦。反正就是那个尹小六是存在的嘛，然后丁在天一开始就被杀了，但我们还是不知道副导怎么回事。就我本来以为副导跟那个丁在天有关系，结果也没有关系，他就是单纯的一个局外，然后被杀了，然后尹小六是被那个做掉的，被他那个二哥做掉的，所以其实都是二哥杀的，整场都二哥杀。那刘大伟在工三小，你都11点12点上班，什么11点12点上班啊？谁像你这么爽啊？而且我明天可能7点半就要出门，因为我要载我妹上班。有这种印象 ，no。哎，我是晚班的时候才可以这么晚上班，我现在又没有晚班了。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好，那就这个剩下的下次找时间再来解吧。哇，这一破破到这么晚，真太扯了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之后再找时间破这个。我还是觉得他剧情埋的有点太深了，就全部东西都在背景，实在太困难了啦。这要非常有那个推理能力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晚安啦，大家拜拜。